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207连武神坛紫禁城不用之忧的一个比赛啊。那观战方是紫禁城，紫禁城今天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双大堂，对吧？没神木啊，双大堂、长河、洛星城以及小风，哎呦，129大堂也来了啊，129大堂也来了。另外一个大堂双大堂风池有140，哎，129级了啊！因为报名的时候是144级，武神坛有规定，只有130级以上的号才能报名，然后你就可以飞升了，啊，你就可以回到129级了，啊，飞升前不是最高可以升到145吗？啊，完了填129的可以飞到144级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，对吧？停129的最高可以飞到144，横扫千军，哎，三下，对，幽默啊，幽默，双大堂风蚩尤啊，啊，当然主要是前期是以点杀为主吧，啊，涅槃重生了以后主要是以谛听为主啊，但紫禁城这边也创造了一个历史第一啊，就第一个129级拿战果穷奇的这么一个历史吧啊。踩他，诅咒之伤，再扫共工，嘿嘿，这129大堂直接被砍死了啊！现在这个号已经是129级了啊，在打蚩尤的时候已经是129级了。3000万战神啊，不白带。啊，至于很多兄弟们说其他豪门给紫禁城让路这个事情吧，怎么说呢啊，就感觉我就其实有一个疑问啊，那凭什么呀，对吧？大家凭什么给紫禁城让路，对吧？其他老板人家不是老板啊，啊，就紫禁城的老板是老板啊，我们所有的服务器都低你的啊，其他服务器都得让你，对吧？这凭什么呀？啊，根本就没必要嘛！啊，那余岛一年没冠军，那怎么没人给余岛个面子？杨洋不太行，啊，还是老王不太行。啊，大家不都是老板吗？为什么你就有面子，我们就没有啊？对吧？就紫禁城就比别的服务器高一头，高一等。啊，别人在紫禁城面前就得低头做人啊，啊，那都不至于啊，那都不至于，想太多了。换一口5400，哎，下一步该杀哪两个大堂？我感觉有一个大堂就扫就够了呀。啊，这个大堂就上来展示的呀，这是眼红别人啊。横扫千军啊，这回再杀祝融，这有这一个大堂够了啊！
哎呀，你还扫蚩尤身上了，您这三刀啊亏了呀。破甲术给如收，这已经杀了四个了啊！我发现他们只要不瞎玩啊，只要是不瞎玩，这蚩尤就不可能赢得了啊！啊，你想想，今天蚩尤都两连冠了。今年蚩尤都拿过两个冠军了，横扫千军啊！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啊，昨天发了八个视频啊，跟个神经病一样啊！昨天发了八个视频，嗓子实在有点不舒服了啊！最后决赛发的是直播版本啊，昨天主要是发了八个视频的同时还直播啊，而且除了最后的决赛啊，其他的视频跟直播都不是一个版本的啊，直播是直播啊，我录视频又重新做了啊，除了最后的决赛我录的是直播的，其他的都是我额外啊，昨天大家也都知道我一般做武圣蛋都同步跟踪的啊，同步跟踪直播完了立马做视频啊，继续上传完了立马又直播啊，所以嗓子已经是废掉了啊，而且做视频啊，前五个视频有收益啊，五个视频以后就不给钱了啊，就一天的啊，一天的，就当天的定额最高发五个视频，主要是想及时的把视频跟踪下来啊，有什么消息啊，有很多兄弟们他没时间看直播呀啊。就把这些视频就都做了，诅咒之伤7000，再杀后土，三。我这伤害是一点儿不差呀，这129的大刀他带的是无级别啊，专用无级别呀，专用无级别啊，所以说在诅咒之伤在诅咒之伤，瑶瑶解开封印啊，得解封印，魔镜一家，谛听换出来啊，直接用破血了，
这混元伞，混元伞起不起其实都行啊，有一说一是真行，这不就谛听出手了吗？要什么混元伞啊，诅咒之伤啊，再杀蛇比师。直接就干净利索杀掉了啊，还要什么，真的是这了那了的混元伞了啊。涅槃重生，刀光剑影，留下一个够了啊，留一个就够了，战敌加起来高速的啊，高速的啊，一定得高速的。也不用说高速，中速的，哎，那种中速的就行。这样令旗再补一个，够用啦！化成四一加战敌，立马得哈出去了啊，不能再慢了。哎，对，化成四一加就立马得哈出去了。这蚩尤直接嘎掉了啊！哼。直接没了啊，简简单单啊，现在杀蚩尤花里胡哨11分钟双大疼129，蚩尤哥哥就这么结束了啊。所以说什么面子问题大家都给面子，不至于的啊。你说下个月如果比如说珍宝阁的山哥啊，就那11法人家也搞个144号，你说其他服务器给不给面子啊？明天雪山的秋杀啊，就那个男人也搞个144号，你们给不给面子啊？这些人都给面子，这个给那个给那个给这个给啊，大家一人搞个144的号，是不是都得给点面子？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恭喜紫禁城啊，拜拜。